说的是，他说我说的包月的意思就是说要随便用嘛，够用的意思嘛。然后他后来才理解到，他说哦，下次再来的时候，如果办这套餐，一定要说用到饱，就是随便用的意思。现在已经慢慢的从那个他跟他的三口或风口慢慢往下的部分，那两侧都是属于寸草不生的地方哦，只有雪跟草的部分。另外还有藏民，还有民众喜欢的叫冬虫夏草的发源地，比较靠近这边，靠近当雄跟那。你不是已经招呼了吗？跑过来这边这样子，烦死了！又被撞了。前面那台车要开这么快，有这么急吗？你看还不是要刹车？你看吧，这大车要占道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来呀、啊，再急呀、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哎，真的是。对呀、啊，他们这，你刚才从哪里照顾的？哇，这从新疆来的新疆 L。你刚才说寸草不生，又说只有雪和草，寸草不生还有草吗？那个草长不了一寸，叫寸草不生。一样。对。哦。5190啊，51905190啊。哇塞，你能够想到这个、哦，你谁讲的、啊？太好了，这也高山镇哦，谁？太厉害了！姓郭的，5910怎么会是猪？不是啦，台湾一个591出租网很有名的。591。